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想了解非常六加一的最新动态吗？那可以登录央视国际非常六加一的官方网站和其他的一些链接的媒体。我们非常希望呢能跟大家保持一个亲密的一个互动，你们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移动、联通、小灵通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8009716，10668009716。那最实惠的是什么呢？最实惠的是，只要短信被我们的电脑随机挑中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入砸金蛋的环节。有梦想，有愿望，我们就可以帮你实现。也许你会说，什么时候等到我？等吧，也许下一个就是你。好，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谢谢。那现在呢，我们将从电脑储备当中呢，随机挑选出十位朋友。我们就要进行电话连线，来准备，停。停。好，稍后呢，将和这十位朋友呢，我将进行电话互动。那提醒这十位朋友呢，千万要及时接听电话。你们按照规则呢，如果电话接通之后，无响您要不接。或者说是彩铃，在规定时间内您要不接的话呢，幸运将回到我们的现场。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接通第一部电话，来请连线。大夫，每月要下乡产后是访视，希望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不知能否给你一个惊喜。很遗憾，要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同步呢，幸运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找，就是他。告诉大家怎么称呼？刘丽莎。选择一颗。十号弹啊、好，金花四溅的话呢，彩屏手机一款，照我这个方向，这样子啊，来自己来。好，刘丽莎送你彩屏手机一款，谢谢你，恭喜，继续联系。刚花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手机，你能满足我1000元的话费吗？梁想。喂。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我是非常六加一的节目主持人李勇，你好。哦，好。啊，是在福建宁德对不对？啊，对。刚花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手机，希望六加一呢能满足你1000元的话费，对不对？啊，是。做农民工不容易，经常能要给家里报平安，是不是？啊，对。陆先生任意选择一个号码，金花四件，1000元的话费由非常六加一帮你解决。6号弹。啊，六号弹哈。啊，好，看看陆先生的六号弹。陆先生，非常抱歉哈，首先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恭喜你买了一款新手机。但是六号弹砸开之后呢，我没有看到金花，非常的遗憾。有机会我们再进行电话联络，你看好吗？好，谢谢你，再见，继续连线。感谢陆先生为我们排除掉了一颗空弹哈。大连，辽宁大连。祝六加一的节目越办越好。喂，你好吗？你哪里啊？哦，你是在大连吧？好，你哪里啊？我是北京啊。你有什么事吗？我找你当然有事情了。我听说你喜欢音乐。你什么地方的？您的手机尾号是5142吗？对呀。是啊，我找的就是你呀。你爱拉小提琴，所以说你希望有一款好的小提琴。你给谁曾经说过这件事情啊？啊，我给非常六加一啊。我就是非常六加一的节目主持人李勇啊。啊，你是李勇啊？你不信啊？真的吗？音乐。
怎么称呼？是勇哥啊，我听，摇到我了。一开始凶巴巴的，谁呀、啊？找谁呀、啊？不是那么晚了，我以为是打错电话了呢。能打错电话吗？我又能彪吗？我是李勇哥，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我姓李。李姑娘啊。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这样，还剩下八颗金蛋，序号是1到10号，选八号吧。八号。好，李姑娘，八号蛋砸开之后满地金花啊！小提琴呢由非常刘佳怡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好吗？好，谢谢李哥。希望你能这个学业有成啊，小提琴越拉越好。但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好，再见。好，再见。需要一套酒店管理。我醒来梦中还是你的样子，可不可以再爱我一次？喂喂，哎，请问你是学酒店管理的吗？哎，是的，你好。这里是一个中介公司啊，现在我们有一座非常漂亮的酒店，需要管理方面的人员。看到你的履历表和你的电话了，你的手机尾号是9199吗？嗯，是吗？9199。对，9199。是的。笑什么笑啊？人家绷不住了，我都。那叫说正事儿吧。我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的节目主持人李勇，你好。哇，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啊？我姓刘。姓刘。文刀刘。文刀刘。刘姑娘，是学酒店管理的吧？是的，你好。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你希望有一套这个酒店管理方面的书籍，对不对？是的。还有7颗金蛋，序号1到10号，你任意选择一个号码，金花四件，一整套酒店管理的书籍送给你。7号还有一个10号。七号就在我头顶上。那就选你头顶上的吧。那2号在我头顶上呢？还是7号啊。7号。好，刘姑娘，7号蛋砸开之后金花四件，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全套的酒店管理书籍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希望你忘掉那些不高兴、烦恼的事情哈，多看六加一，常给我们发短信进行交流，好不好？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继续联系。浙江绍兴，哎呦，夸奖的话一大堆，最关键的后面啊，一台名牌熨斗，你看看，全家都喜欢，幽默很特别。喂，喂，你好，哎呀。我以为是一位先生，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勇，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叫张娟。张娟啊。李勇叔叔你好。你好。张娟，敢问你有，你今年贵庚啊？我20岁。10岁。20岁。20岁，20岁不应该叫。叔叔啊，叫哥哥，叫哥哥。哎，需要一台名牌熨斗，为什么叫需要熨斗呢？我的衣服都皱了，都洗完皱的。骗人吧？是给男朋友熨衣服吧？我没男朋友。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啊。好，开玩笑啊，赵军，现在呢？还有6颗金蛋，你任意选择一颗，选那个5号。5号。
好，张娟，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五号今天砸开之后金花，那名牌运动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那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好吗？20岁妙龄的年龄啊，希望呢能青春永驻哈、啊，穿的每天这个非常体面笔挺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再见。许连俊。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service. 加。怎么称呼啊？夏敏。夏敏。夏天容易你过敏吗？不会。夏敏，还有5颗金蛋，1、2、3、4、9，任意选择一颗。9号，来，夏敏。好，夏敏，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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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屏手机一款，恭喜你。来，继续连线。拔金蛋的机会始终没有，不知女儿何时才能用上数码相机。你好。喂。啊。嘿。你好。你好。哪位？我跟你是老乡。我老乡，我老乡多得很，满中国人都是我的老乡。哎，你家是不是在喀什啊？你找谁嘛？你家是不是在喀什？我问问你。我是在喀什。我们家在乌鲁木齐。啊，你有什么事啊？我找你当然是有事情了。你是不是需要一款数码照相机啊？是呀。所以呀，我来给你来送数码照相机来了。啊，欢迎。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李勇呗。你又改送货的了，怎么称呼？我姓盘。姓盘。啊，你叫我大姐没错吧？啊？你叫我大姐没错吧？敢问您多大年纪？我喊您大姐。比你大。那不一定。啊，那就肯定。你多大？不可奉告这个秘密。那就是说，数码相机是为您女儿。对，你想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了，盼你的数码相机已经盼了2年了。你说我比你大吗？比你小？大姐。好，你老姐，好。女儿大学毕业了都哈。啊，是的。好，那这样。对。现在还有4颗金蛋，1号蛋、2号蛋、3号蛋、4号蛋。哎，快说呀！开家庭会议了，快说几号？他们家房子多大呀？3号。三号吗？啊！谁给你出的主意选三号？我妹妹。你妹妹二姐啊，二姐。啊，二姐对，二姐。三号。非常的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方才您二姐呢？二姐选3号蛋，3号蛋砸开之后啊，哎呀，我是没看到金花呀。哎呀，不应该叫二姐了，让她跳绝。很遗憾了。如果这个，我会继续发下去的。掺我就是快乐嘛，好吧？好，那代表全家好，代表你女儿好，代表二姐好啊。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挂线了。好吧，再见，继续连线。Subscriber, you dialed his power off. 请问怎么称呼啊？我姓郭。郭，给你选择一颗。我选择2号吧。2号蛋。对。来。
来。好，您敲。彩屏手机一部送给你，恭喜，谢谢，继续联系。四川绵阳，今年是奥运年，希望他的妈妈呢身体健康，送妈妈一部健身仪，治疗风湿病的。一想，喂，你好，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节目主持李永林。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啊？我姓杜。是你想送给你妈妈一部健身仪，能治疗风湿病的，对不对？对。一号蛋和四号蛋，只剩下这两颗金蛋了，任意选择一颗吧。那我选四号嘛。四号，好，卢姑娘选择的是四号蛋。好孝顺，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那能够治疗风湿的保健身仪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还好了，这个好好的睡一个好觉吧。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继续连线。最后一通信息是来自陕西西安。来，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我叫张贝。张贝，万蛋，一号蛋，万蛋，一号蛋，来，金花四件彩屏手机。谢谢，谢谢张贝。好，那再次感谢所有为非常六加一留下短信的朋友呢。如果需要有什么梦想、愿望，有什么需要的话呢，可以发短信。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呢，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8009716啊，10668009716，说不定呢，我们就能帮上你的忙。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其实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啊都会有梦想，有英雄的梦想，尤其男孩子。像比如说问一些男孩子小时候想干什么呢？想当科学家，哦，想当解放军。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想当警察，多威风啊！那时候同学谁爸爸是警察，那我羡慕死了，也不敢跟他打架。长了这么大了，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我见到警察啊总是有点觉得不太自在。说你吓唬谁啊？没做什么坏事，你脸红什么？我这叫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黄了不能了。怎么又绿了？有完没完了？你再问还是问毛了。今天也该着，因为今天呀，登上非常六加一梦想舞台的三位都穿着警服。好了，我们来了解和认识一下这三位主人公会是谁。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号主人公小波。喂，你好，碑林分局指挥中心，您请讲。警官孙一卜是西安110指挥中心碑林分局的一名接触警察，接电话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如
果每天就算最低的情况下，如果说是20个电话左右的话，5年的话那就是3万多。110指挥中心就像是重案系统的神经中枢，案件发生后，接触警会根据不同的报案内容进行调度，必要时还能启用监控录像为办案提供证据线索。对于孙一卜来说，这样的工作不只是简单的接电话，而是必须了解警务各部门的职能。我们可能是第一时间帮助别人，第一时间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特殊性肯定是别的警种没有法代替的。我觉得刚工作时，110接触警是24小时轮班制，孙一卜年纪轻轻就有了黑眼圈，天天与电话为伴的工作一干就是5年，留在他青春岁月里的是3万多个报警电话，这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难道不乏味吗？每个报警的人他是第一回合，对我们来说是重复劳动，但他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就是第一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就只要记得报警人是第一次打这个求助电话的话，我想肯定没问题。1号主人公啊，是一位110的女刑警警官，她老公也是一位刑警的警官。现在我们就请上1号主人公孙一卜。想问你个常识问题啊，就是说，从这个外貌上能判定这个人是一位真正的警察。首先你可以看我这身警服。啊。我们的警号是唯一性的。啊。就是你有终身制，有唯一性，一个人就有一个警号。啊。这边呢是警徽。这代表的是你所在的地区，我是来自陕西的，所以我这上面写的陕西。哦，对，这个叫警衔。啊，警衔呢就代表你的工作年限，我现在是2级警司。应该你们是指挥系统了。对，110指挥中心。对，有没有你刁难你们这个110的这些人？我觉得不能说刁难，因为是群众，既然给我们打电话了，向我们求助了，无论多难，我们都会完成它。要为人民服务。对，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咱现在让这孙警官为我服务一下，行吗？好不好？那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报案的人。喂，你好。啊，你好，是001吧？是110吧？哎，对，我们是110指挥中心。哎呀，可找到你们了，我需要你们的帮忙呀。您说，您说。是这样哈，我呀，我的女儿啊，这个考大学啊，临走的时候送了我这钢笔，这钢笔现在我找不着了。您先别着急。我心爱死这支钢笔了，英雄的。您先蓝墨水，您先别着急，您给我说说是什么时候丢的？我不能不着急呀、啊！万一女儿说她送我的纪念品没有了，我这当爹的怎么交代呀、啊？您先别着急，您先听我说，您把您我不能不着急，我赶火车回家呢。还是得给您说，不要着急，仔细的想想您到过的地方。到的地方太多了，这地方地名我说不清楚。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哎呀，都是楼，都是窗户。有没有路牌呢？我不认字儿。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警官，你叫什么名字？我还忘问了。我啊，我叫人民警察。啊，姓任啊。没错。大家知道孙一卜为什么当警察吗？有一点原因，那就是因为先爱上了个警察。你
爱警察什么呢？嗯，警察，你跟警察逛街，你安全吧？安全吗，大家？还有吗？警察肯定是好人吧？没错吧？警察肯定是好人，而且有安全感。对啊。其实至少我个人特想了解孙警官他们家的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孙警官的家庭情况。来，导播。警察是这个家庭的特点，全天24小时待命，节假日执勤等状况，就是孙一补全家面临的工作特殊性。一家人中，孩子是他们最愧对的人，而父母是他们最感激的人。Hello，Hello，Hello，Hello。孩子我带，用啥来？我是想给他们减轻点负担。每个周末是这一家子的家庭日，女儿晶晶只有在这一天才能和别的小朋友一样，一手牵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尽情的玩。从小晶晶就爱听着妈妈唱小背篓睡觉，可妈妈要工作，在小家伙8个月大的时候就不得不开始适应连续5天见不到妈妈的日子。哭了，那会儿真的是特别难受，孩子也哭，因为是我是母乳嘛，当时孩子断奶的时候就特别辛苦，但是还是因为工作没办法，必须得断奶，而且就是必须在1-2天之内必须得彻底的断掉。女儿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牙牙学语了，现在孙一补最喜欢和女儿聊天。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抓坏人。抓坏人的啊。你喜欢妈妈喜欢爸爸？喜欢妈妈。你长得像妈妈长得像爸爸？长得像爸爸。长得像爸爸。那是爸爸漂亮还是晶晶漂亮？爸爸漂亮。爸爸漂亮还是妈妈漂亮？妈妈漂亮。妈妈漂亮还是晶晶漂亮？那咱们三个人谁最漂亮？都漂亮。而女儿最喜欢的游戏是打电话，因为自从妈妈上班以后，打电话成了每天能找到妈妈的唯一方式。妈妈在，妈妈在呀。我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定每天给她打电话，因为孩子不在身边，我不想就是不想让他跟妈妈的那个感觉陌生，我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比别人的孩子多一种性格上的坚韧，希望是我们的这个职业能给他带来一种比别的孩子不同的东西。孙警官从警5年，接到的报警电话呢不下3万多部，都是帮助别人。那也许接下来这通电话呢，对孙警官呢，也许有点帮助。来，导播，请连线。喂。喂。喂，你好。喂，你好。孙阿姨。哎，你好。杨警官在吗？杨警官今天在执勤。晶晶睡了吗？晶晶啊，你听着谁呀？是不是你？喂。杨晶晶，杨晶晶，你好。杨晶晶你好。杨晶晶，杨晶晶，哎，晶晶，是你吗？是你吗？杨晶晶，是你吗？是我呀，我是妈妈呀。妈妈好。晶晶好。你知道我是谁吗？妈妈。哎，晶晶啊，你想妈妈了吗？想妈妈。想妈妈了。妈妈想你了。你想我了吗？你感冒好点了吗？爷爷。感冒好点了吗？爷爷。哎。他叫什么呢？因为我爸也在。对不起，我听差了，我听差了。晶晶，你给你妈妈加加油好不好？杨晶晶。杨晶晶，2岁。对。我估计你妈妈。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姐，晶晶最棒。你挺漂亮的，晶晶。我咋说话你不吭声呢？喂。哎，你好，阿姨。你好。孙警官呢？一会儿要在舞台上呀、啊，要给我们展示他的才艺。做母亲的能不能给女儿加加油呢？可以。嗯。晶晶，孩子啊，那个，你晶晶在家你就放心吧。家里辛苦你了吗？啊。辛苦你了。哎，没事，我给你做好后盾，你就谢谢啊，家里你就放心吧，孩子。虽然我和晶晶去不了北京，到不了现场，可是呢，我和晶晶在电视机前给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吧，加油。好，阿姨呢，您放心吧。好，您的女儿现在和我在一块儿，她很安全啊。好，交给我您就放心了。谢谢你了，您多保重身体啊。啊，好，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好，那孙警官，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步入自然堂梦想之门。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孙警官。谢谢。孙警官唱的这首歌呢叫《小手拉大手》，对，是不是唱给女儿听的？对，这首歌我是专门唱给杨晶晶听的，因为我们夫妻双方都是做警察的，
我希望我的孩子比一般的孩子要坚强，性格要坚韧，勇敢一点做事情。好，那我们祝愿孙警官呢今天有一个好的收获。谢谢孙警官。谢谢，谢谢大家。二号主人公即将出场，我们先来了解和认识一下这位二号主人公。哎，你们谁是谁呀？长出来让老乡看看。对呀，没贼不？天下无贼只是电影中表现的美好心愿，现实生活中也许是不可能的。尽管很少有傻根这么傻的人，但却有一群为了保护傻根们而忙碌工作的人们，他们就是全国唯一专职抓贼的反扒大队，苏阳就是其中的一名女刑警。像我们平时呢，我们都是不穿警服的，我们一般呢都穿便衣工作。在我们便衣工作当中呢，我们是一般不穿很扎眼的衣服。反扒大队以小组行动抓贼，主要是在车站附近巡查，一旦发现可疑，相互之间用眼神交流，但是却不能急于逮捕。没准你盯一个星期，盯一个月，这个贼他不是说你盯住他他是贼你就可以抓他，因为你要有证据嘛。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贼下手偷窃，反扒刑警必须在第一时间准确抓住贼并缴获赃物。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画面，这是苏阳和他的同事，这个戴帽的人就是贼，前面背包的就是失主。就在失主上车之际，贼开始下手，随后警察迅速将其制服，抓捕工作危机四伏。家人曾建议他转内勤，毕竟抓贼不适合女孩子。苏阳真的乐意做反扒工作吗？怕过，但是我觉得可能一名警察如果要是不去体验体验外勤，不去真正的去参加到这个组当中去，真正的去在这个案子当中，你可能不能说是一个很称职的一个人民警察。来，让我们欢迎二号主人公苏阳。咱站近点，太好了，又是一位女警官啊！你觉得我适合当一名警察吗？我觉得您适合啊。真的真的。方才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短片啊，苏阳苏警官呢和他的同事啊，这个抓到了这个正在行窃的这个盗贼。这个片段呢是我们的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这个情景再现的一个过程。嗯，那你能不能现场跟我们说一说，贼他都有什么特征？贼有什么特征？等会儿啊，你你过来，你说说贼都有什么特征？一般贼他都爱戴一个帽子，深颜色的。拿帽子来，道具师拿帽子来。贼，对对对，贼一般都戴帽子，他遮住自己的眼睛，让别人不容易发现他。啊，贼戴帽子，还有什么特征呢？第二个呢，贼喜欢背一个空的单肩背的包，好装脏物。对，拿包，拿个包，单肩背挎着就可以了，还得拉开个口，他好往里放东西。那我咋那么有经验呢？对。贼有可能手中要拿一份就是报纸，因为他偷篮的赃物可以好隐藏，或者挡脸。嗯，对，拿张报纸来。报纸累坏了哈。把脸挡上。对，大约贼就是这个特征，就是比较明显。小伙子，现在这身装束，你别动，这身装束原封不动，待会儿还用得着，啊？
坐那儿去吧。苏警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一些防贼的一些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是防贼，只不过是大家如果要是自己更加小心一点，就不会被贼偷。要是大家被偷的话，一定要拨打110，这样呢你给我们提供可靠的线索，这么着我们就更容易把贼抓住。所以我觉得防范意识非常关键。对 对, 对，我个人的防范意识就非常强。是吗？您看我这个衣服没有兜，没兜。你看我这个假兜。哦，那您的钱装在哪儿呢？我就老婆不给钱。哦，那您比较惨。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刚才苏警官讲了，如果发现了戴帽子的、背包的、拿报纸的，就可以立刻拨打110，见到这样的就打电话。其实他这身行头要搁在您身上就更像一点。对，你给我带着，带，那就不叫非常6+1了。我要如果这身打扮站在这跟苏警官讲话的话，那叫法治在线。贼我们已经发现了，咱怎么抓贼呢？抓贼的过程啊，我不能太跟您讲，我要跟您讲贼就都知道了。这话我听着也别扭，就咱俩都都知道了，我也知道了，你也知道了。可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就在抓贼的过程当中会带的，就是必带的几样，那个我们的就是手铐、家伙，对，枪。啊，枪不带。啊？哦，那也得需要批准哈。比如您要参与了重案大案的话，就是逮您的警察会带着手枪。哦。嗯。来，把我们这三个家伙都拿上来。这是警棍。对。这。哎呦，我的天哪！这样的。这是防爆自卫喷射器，你使用一个比较方便的，那就是手铐吧。你上来，我拿这个。上来。一般在那个抓贼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就是犯罪嫌疑人和我们的那个民警，就是两个手铐在一起，这么着比较安全。哦，你这贼。我现在打110，或者你们反扒那个热线，已经告诉发现贼了。就是我可以那个提出申请，让勇哥办一次警察，然后把您和贼靠在一起，这么着比较真实。行，你先带罪犯。好。来，我带您这边吧。不是，咱是说清楚了。您是一次抓了两个贼，还是？不是，我是一次抓了一个贼，然后呢，您是我们的侦查员。便衣。对。拿去。低头。这样可以。还行，不疼吧？这个手铐，如果你要越挣脱的话，它会越紧。别动啊，给我打开。忘了带了，忘带钥匙了。知道我哪知道咋办，我为了抓你钥匙都忘带了。哎呦，我总感觉不好。你感觉咋样？我感觉挺好。你感觉挺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反扒工作的支持啊。谢谢。好，那苏警官，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让我们一同步入自然堂梦想之门。
冒昧问一下，苏阳警官恋爱了吗？我已经结婚有了一个2岁半的女儿。好，很多同事呢也来到了现场，能不能介绍给我们呢？因为电视如果要是转播的话可能不太方便，因为我们侦查员应该是便衣的。对对对。哎呀，那能不能在这里呀、向那些我们认不出来的你的同事说几句话？我想呢，今天呢，我也想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同事和我的战友们，也可以说是我的兄弟姐妹。有你们在，我觉得我很安全，很欣慰。在这里呢，我只想对你们说，在你们保护老百姓人身安全的同时，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保重身体，因为每天我们的家属都在盼望我们平安归来。谢谢。好，在此呢也预祝苏阳警官呢今天有一个好的收获。谢谢，谢谢苏警官。谢谢勇哥，谢谢大家。我们要了解和认识一下3号主人公，来到我们这个黑小伙儿，就是武警指挥学院的大四学员朴俊峰。身高1.83米的他，在各项体能训练中名列前茅。他比较出名，他是咱们学院里边比较出名的，军事上比较强的这一批人呢，他是比较有名次，比较有名的。临近毕业，部队院校的训练更加紧迫，尤其是体能练习。每天下午，毕业班学员必须完成的首先是5公里负重越野。5公里跑完后，接着400米障碍训练，跨越、爬沟、翻板、沙地匍匐，一个又一个障碍被甩在了他的身后。他的动作里没有犹豫，只有从寡妇的裤子才能看到训练的艰辛。辛苦了，军人嘛就这样。4年中，朴俊峰慢慢体会到训练的真正目的。等你真正一天上战场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一个从这个基础啊，没有平时训练的累积的这些
训练效果，你可能就会当逃兵，真说不好。三号主人公呢，即将要成为一名武警指挥官。现在我们请上三号主人公朴俊峰。你好，小朴。你好，你好。硬朗哈、啊，还是学员吧？对对对，我再过多久就可以毕业当这个武警指挥官？还有两个月。小朴啊，我比较看好你。谢谢。那你们主要干什么呢？我们武警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突和执勤，还有这个抢险救灾。这些处突啊，处突啊，顾名思义，处突就是处理突发性事件，好多不法分子啊聚集起来要闹事，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时候，我们就上处理突发事件。对，处理突发性事件。在拍摄他的时候啊，我们的摄影师你们看看，膀大腰圆的哈，体力愣是赶不上他，所以说我们很遗憾没有拍到他们训练的整个全部过程。朴俊峰能不能现场来给我们演示几个平时训练的这个动作？嗯，好，招式。我给大家表演一下我们秦迪里的前导，你来下口令好不好？当一把指挥官，你说前导预备，然后呢，我就立正啊，你说导，我就啪导下去，好不好？前导预备，导。我刚才看到啊，因为快毕业了嘛，你说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对，战友。